说来话长啊，想当年，我和彪子他爹呀，是磕过头的弟兄，我们一起在张大帅的手下。他是特务连长，我是骑兵连长。自从张大帅让日本人炸死之后，老吴嚷嚷着要回东北军，可惜东北军退守关内，他是冲天发了个毒誓。 要和那日本人不共戴天，他成立这红枪会，就是要和日本人斗。只可惜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沾襟呐。嗯，是啊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那是多少英雄的悲哀。嗯。 这个彪子，你说他要是有他爹一丁点儿的豪气，他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现在这红墙会都成了红墙会了，竟然说怕鬼子的话。啊，这要是老吴在天有灵，还不得让他再祭祀一回啊？啊，不说了，来喝酒，说得我生气。嗯，来来。 吴彪听你的话，你咋就不能劝劝他呢？<笑>你看过三国吧？刘备英雄一世，他的江山还不是毁在那个不争气的刘阿斗身上？这个彪子就是刘阿斗。哎，刘阿斗不争气，不是还有诸葛亮辅佐吗？ 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是，阿叔，我想跟吴彪兄弟交个朋友，或许这个忙你能帮得上。彪子现在吃你的心都有啊！你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你是个聪明人。 你有时候聪明的都让我有点害怕了，啊！快来人！快！快来人！快！快来人！这离我远点！ 这谁的狗啊？这看家的狗有啥可怕的呀？那也不行啊，我天天怕狗。听大老爷们儿怕啥狗啊？要不你把我把他赶走啊？走远点！我咋把你赶？ 我这门都出不去。哎，要不你帮我把门打开？哎呦，行，我给你开门去啊。行。喂，这。喂。 嫂子，你不怕狗啊？狗是忠臣，有啥好怕的呀？去！哎，你不是当地人吧？我不是，我是上海沪江大学的。那你干啥跟着有年当汉奸啊？哎，我们可不是汉奸啊！不是汉奸是啥呀？我们是，土匪，土匪你知道吗？ 我还没断奶的时候就知道土匪了。你是不是在胡马的察哈延金矿干过？你咋知道？那年
金矿暴动，抢了守备队的枪。我奉张大帅之命前去镇压，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交过手。那个小伙子就是你吧？老叔，你好记性啊！这么多年的事情，你还没忘啊？其实，你把我也认出来了。老叔的刀法是不得了啊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你的枪法也不错呀，啊？啊！来来来，喝酒。营长包的，老叔，啥事儿？营长包的。如果你是看上了六撮房的那些粮食，我劝你三思而行啊。那可是一个威力不小的炸药包，它可以让任何人血肉横飞。这红枪会我能说得住，这日本人我能说得住吗？谢了。兄弟，这只是一半钱，等事成之后再付你另一半。说吧，要死口还是活口？这就要看你的能耐了。不就是杀个人吗？明天一早到山神庙去提货，记着带上剩下的一半钱。上酒。兄弟，好身手啊！对不起了，长帽子，喝酒误事，咱们还是免了吧。别洗了，歇会儿吧。来，我帮你来。帮你来，你是想帮我还是想看着我？
我告诉你，姑奶奶我不跑了，你不是说欠我一条命吗？现在轮到我看着你了，你要是跑了的话，我找谁要那条命去？组织上把十三姓交给了我，是对我的信任，是要在敌人的后方开花结果。要是因为我的失误，一次就打没了或者暴露了，那我耿殿军不就成了罪人了吗？二叔，这酒不错啊。花头老叔。彪子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啊，耿掌柜的是我请来的客人。站住！马叔，那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喝上，哪天我再陪你啊。坐下。坐下。老话说得好啊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我今天把你们二位请到这里啊，就是想做个和事佬。啊，来，端起来。今天咱们喝完这碗酒，以前的事就谁也不要再提了，啊！彪子，你怎么还让我求你啊？彪子兄弟，我耿三儿要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今儿我就借老叔这碗酒给你赔礼了。你还是个爷们儿吗？啊！裹脚娘们儿，我看都比你心眼大。我就弄不明白，这吴浩山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？哎，老叔，别这么说。一娘生九种，种种不一样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齐呢。老叔，彪子兄弟，这碗酒就算我那天拿枪指你的脑袋，我这给你赔罪了。我知道，一个大老爷们儿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瓜子，那不舒服。得得得得，我吴彪也算不上什么大老爷们儿。哎呀，要不是嫌裹脚费事，我还真想当把老娘们。我这颗脑袋呀，没你们想象那么值钱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你们可以不把我吴彪当爷们儿，但是不能不把红枪会当回事儿。你耿掌包的能玩枪，能喝酒，能抢女人，这都是皮子活。
谁要是跟我整事儿，那我跟他拼命啊！哼！我看小日本鬼子在你的地盘上也没少整事儿，我也没看见你和他们拼命去。那我惹不起日本人，这话是我说的，我到现在也认。那惹不起就是惹不起。那张大帅能的不？他跟日本人整不也没整过吗？我无标自己可以拿鸡蛋去碰石头，但我不能拿红千惠的那些弟兄们和他们的家眷，为了我自己这点男人的面子，去跟日本人整吧。彪子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不看在你是吴浩山的儿子，老子现在我就灭了你。那你灭了我也是这话，那整不过就是整不过，是不是？我手下这些人，我得让他们过日子，我得让他们活着。就他这号的也能当土匪当汉奸，世上要都是这样的土匪汉奸，太阳还得西边出来了。这个吴彪可是真够小气的啊，我耿三的脑袋就值这俩钱儿。张包子，吴彪现在对你可是恨之入骨，你还要做他的工作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做不成也得做，不然拿下六座房就是一句空话。我看一点可能性也没有。那倒未必。要么咱们多带些人手，以免到时候翻脸发生冲突。用不着，我是去聊天，又不是去打仗，带那么多人去干啥？再说了，有你神枪手老七一个人，就足够了。啊！上班了，我估计还没来呢。走。哟，兄弟，让你久等了。吴掌包的，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，收获吧。英雄就是英雄，痛快！我吴彪就喜欢这样的。活宝，拿钱。那啥，掌包的。咱是不是先验验货再说呀？这位兄弟说的在理。看人下菜，验货交钱。宝贝儿啊，嗯嗯，这还用我亲自动手啊？来。那啥，英雄，还是你来开吧，啊！咦，这不老爷子排位吗？这，你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来解释。老七，
在吴老爷子灵牌前，谁敢放肆？把枪收起来。吴当家的，让你手下的人把枪也放下，免得惊动了吴老爷子在天之灵。你想怎么样？吴当家的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打架的，是来跟你交朋友的。哼，交朋友？对，交朋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们长包的交朋友？兄弟，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，如果不是看在吴老爷的面子上，我就把你满嘴的牙打得一颗也不剩。吴彪兄弟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今天就把你当兄弟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恨得牙都痒痒，恨不得把我的脑袋劈成八瓣，对吧？也是啊，我几次让你面子掉在地上，让你难看，多有得罪了。如果你真觉得在红枪会的兄弟们面前太丢人了，想把自己的面子捡回来，我耿三儿可以成全你。不管咋说，你好歹也是红枪会的大掌包的嘛。我大掌包的，别玩那种买凶杀人的下三滥手段。如果你真是个男人，你就把枪掏出来，咱俩脸对脸眼对眼的，你就给我来一枪。咋样？你同样可以把仇报了，那才是男人的做法。今天我认栽了，咱骑毛驴看账本，走着瞧。走。等等，你又想干啥呀？咱俩三次见面，你三次认栽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别说你手下的兄弟瞧不起你，我瞧不起你，你老爷子在天之灵，他会咋想呢？啊？我知道你是来干啥的，你现在看我红枪会好欺负，是来抢我地盘的，我说的对吗？现在这是你的地盘吧？既然是你的地盘，那你为啥还允许日本人在这横行霸道？你不但不管，还帮着他们捧场子？那老话说得好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惹得起日本人吗？好汉？就你这德行也敢说自己是好汉，你自己说出话来不觉得磕碜啊？幸好我不是你的兄弟，不然的话我大嘴巴子抽死你。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？啊，那现在谁不怕日本人呢？六蛇帮厉害不？智勇帮厉害吗？他们不也得靠着日本人往上窜呢？那你十三省都这么厉害，你们出去跟日本人比划比划啊？你们这么厉害，咋也靠着叶永年吃饭呢？吴彪兄弟，想当年吴老爷子挂着一支独臂创建了红枪会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豪气，方圆数百里，老少几万人，谁不佩服，谁不敬重，谁不把老爷子当神一样的奉着？为啥？因为他是个男人，是条汉子。九一八以后，日本人侵占了东北，老爷子以多病之躯带领着红枪会的兄弟们奋起抗日，跟小鬼子拼死一搏。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可他的骨气让人敬重一辈子。可惜啊，老爷子虽然是个英雄，可他生下了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。现在的红枪会还有脸叫红枪会吗？如果老爷子知道怕小鬼子这话是从他亲儿子嘴里说出来的，他还得气死一回。吴彪兄弟，你看一看，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你还是吴浩山的儿子吗？你还有脸面对你家老爷子吗？你少拿老爷子跟我说事儿。这牌位是八叔给你的吗？他早就看我不顺眼，是他撺掇你来抢我地盘的吧？
你小看巴托老叔了，他虽然看着你烦，可他还想保护你，保护吴浩山的儿子。你真想保护你的地盘，你就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站直了。哼，别吃柿子捡软的捏。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如果你还是这副德行，你这个地盘我还真是抢定了。你敢？我他妈跟你拼了。好啊，那咱就试试。吴老爷子，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，我敬重你，敬重红枪会，可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现在的红枪会已不是你当年创建的红枪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十三省就要跟你的儿子争地盘了。您老也不应该不高兴，因为你的儿子他现在已经不配姓吴了。老七，吴老先生，耿三我先给你赔罪了。老七，走。姓吴的，老子无功不受禄，这钱呢，还给你。老长吧。老长吧，老长吧，哎呀，小上海，啊，一只手弄就弄洒了，你都，哪只手好使用哪只。哦哦哦哦。十二弟咋样了？他没受伤吧？没事，多半是饿的。快去给十二弟准备饭。他们已经去做了。十二弟，十二弟。哎，我给你整的猪肉炖粉条子，老香了。哎，十二弟，小鸡炖蘑菇。十二哥，香喷喷的高粱米管够。哎，来菜喽！哎呀，行了，一会儿起来。十二弟，管够造，不够还有呢。除了天上的星星，想吃啥，哥给你做啥。没错，只要赵元成地主老财有啥，咱们就有啥，你就尽管放开肚子吃。十二弟啊。趁热吃吧，吃吃，你吃啊，吃，来吃吧。香吧？十二弟，咋回事啊？弄点酒喝，来，我给你弄点酒喝啊。怎么了？吃不下。你们都端下去。哎呀，十二弟，这好不容易弄的，你吃啊！我要你们都端下去。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啊？咋回事？我回来的时候，两位首长特地请我吃了一顿送行饭，一根大葱，满满一碗高粱皮子熬野菜。我自己吃着，他们就看着。后来。是首长的警卫员悄悄地告诉我，我吃的那碗高粱皮子，那是两位首长一个月的口粮。山里需要粮食，可首长们谁也没说。他们知道，咱们现在处境也挺困难，不想再给咱们增加负担。他们已经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临走的时候还一再的嘱咐，让咱们注意安全，保重身体呢。你们不回山里，根本不知道山里的苦。好菜好饭吃着，好酒好茶喝着，可你们知道吗？山里的兄弟们都在吃些什么？一把野菜过一天，一根大葱算过年了，这都算是好的了。
啃草根、啃树皮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饿肚子行军打仗是正常的。谁家要是能有一把粗糠，那可都是神仙过的日子了。你真想拿下六凑放粮库？有啥不妥吗？我觉得不妥当。老大，咱出来当土匪，难道真的成土匪了？啊？吃几顿饱饭，就觉得自己的心里舒坦了？十二弟的话你都听见了，想想他们，咱这心里能过意得去吗？张豹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山里边的情况我也清楚，可咱们做事总要讲究点实际吧？难道我就不想拿下六凑房粮库，把几万斤粮食全运到山里去？可你知道，可能吗？咱们现在有多少人，有多少枪，拿下六凑房粮库有多大把握？就算把粮库全拿下来了，我们又怎么运到山里去？鬼子有多少封锁线，过一次有多难，这你不是不知道。我们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粮食运到山里去呢？事在人为，地靠人种，没这个金刚钻，我就不揽这个瓷器活。长包的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在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并不完全了解山外的情况。这日本人一永年的防卫团，还有层出不穷的大小山头，都是我们的阻力，都是我们的障碍。既然我们搞到粮食运不出去，我们又何必冒这个风险呢？粮食、药品、武器是日本人看管的最严的三样东西。这要是捅了马蜂窝，十三省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。六错方的点我踩好了，我相信能够把这批粮食搞到手。只要粮食到了咱的手里，自然就会有办法把它运出去。长包的，你应该知道，我耿三不是一个喜欢去冒险的人，我也不可能拿自家兄弟的身家性命和十三省的命运去开玩笑。我是长包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等等，你是长包的不假，但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建议召开党员会，集体研究决定。在战场上，指挥员的决定就是命令，这儿也是战场。这是战场不假，可这儿不是一般的战场。你说过这样的话，这种战场更可怕。好吧，太君慢走啊，太君慢走，有空常来啊。行，太君。天还早，你们呢？把住火，别让火灭了啊。哦，哎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师傅，这煤和铁都没了，你看咋办呢？哎呀，你把这收拾收拾，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哦。掌柜的，哎，这是你要的，把前门关上。哎，有人问我，就说我催账去。嗯，啊、好，回去。这、哎。
事儿就这么一个事儿，大家有什么看法，都谈谈吧。既然大家都不说，那我先说两句。我不同意搞六错坊的粮库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次行动危险性太大了。别的不说，我们至少要过三关。一，那是红枪会的地盘，而红枪会最害怕别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整事儿，我们如果把他们惊动，我们第一锤子就等于砸在坑里了。二，以永年的防卫团防守严密，凭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三，也是最难过的一关，我们即使把粮食搞到了手，我们又怎么能运到山里面去？我不同意大哥的意见，抗日哪儿没有困难的时候，咱们现在怎么能被困难吓住呢？赵老大，既然大家都不表态，我们就用投豆子的办法来解决吧。这也算是一种表决方式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好吧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废话，饿你几天试试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，没一个有良心的。想起来呢，就到老娘这炕上睡一晚，出了那股火啊，就把人家一脚踹开。你说啥呢？我是那种臭男人吗？啊？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看，我就不能吃辣椒。你放多辣椒干啥呀？你爱吃不吃。你看，你还生气了？行，行，行，真生气了。行，行，来来来，来。这小没良心的你啊！你说这段日子我没来，你消停没？那你在外面就消停了。霞，我可有好货，你要不要？你能有什么好货呀？嗯？嗯？啥破玩意儿啊？破玩意儿，这可是东洋货，要不？赞成搞六错坊粮食的，把豆子投在大碗里；不赞成搞六错坊粮食的，把豆子投在小碗里。
老四，你坐这干啥？就差你了。能不能不偷？能。你只要退了党，就可以不投。